你家是 gay， 你家是 gay， 我是来好是 gay。这是老张三十二岁，哎，笑不啦，真笑哎，懂吗？你这不是所罗门，他是不会混蛋。你可以去你，可不？打我先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珊妮，欢迎收看《八仙》。台湾八连党，什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，剧情不外乎就是集团争斗、婆媳大战、心脏病发、赏巴掌，而且一定会看到一个有钱但没什么脑袋的总裁，我们也有一个。是，你将我接触到咱世界集团的总裁了。到今麦已经三年的时间了，过去这三年来，公司的权力全部拢叫那个查某人一手抓条条，害得我公司所有的代志我拢袂用管着，只好逐工伫我的豪宅内底食着果胶，拖着捷克行李箱，用海豚吸尘器变扫出来。好，你敢知？有一只古锥的我心爱的狗啊，叫做苹果，逐工陪伴着我。苹果，苹果，来来来来，苹果来，哎哎，乖乖，嘿，咯叽咯叽，来，哎哎，乖，嘿，咯叽。看吧，有了总裁，一定也有一个少不了这一张嘴，总是在旁边帮倒忙的总裁妈妈，而且她一定是个很麻烦的恶婆婆。我跟你讲啦，当初是为了叫你卖出你的查某，当初是来到我的集团，就是想要抢我的财产，这么好吧？规个拢害了了啊！权力什么拢可以去提去啊！你慢慢想看卖啊！当初时就是你跟我讲，伊有亲像一个查甫人同款的肩膀，所以坚持要我把伊抓起来。即马咧，你等到来怪我，阿你敢掉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八连党必备恶女要出场了。跟查甫人同款的金甲头啊，哈！无啦，师妹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你的这个宽度吼，你的厚度，你整个触感，你的味道吼，听起来吼，真正比查甫人更加查甫人。不要碰我肩膀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今仔吼已经把世界集团哦给卖掉啊啦！什么？你把世界集团卖掉啊？我跟你讲。好想超过，我有啥物好唔敢？我海药师已经甲签落去了。你竟然做这种代志！你们，你们，你们有戏吗？你看吧，心脏病发了吧？你甲看嘞，你这有啥物好发病哈？这间包啊店已经了十年啊，了十年啊啦，拢是因为你号在什么世界集团包啊店这种臭名，才会无人敢来买啦。这查某，坏女人使完坏之后，终于轮到侠女上场了。小蛋子嘞，蔡韵如啊。啥物好唔敢？你讲世界集团的合约已经互你卖掉啊！我甲你讲啦，你，这份合约是假，你也真是假，你真是假，你真是假，我真个好是假。我丢，真正的合约伫遮啦。OK， 那爽、啊。以上就是台湾八连党一定会出现的几种 gay scene 的桥段。除此之外呢，八连党的剧本永远都是热腾腾的。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明天就会在八连党看到了。各位不用担心，志文心脏病发死掉，因为为了剧情的顺利流畅，
心脏病发死而复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师母，那你安尼好安尼排话人做 A 嘛的，你安尼干掉师母，你干真心的师母。得奖的是森林之丸。我最爱看最好笑最有质感最有内容的综艺大热门没得奖。志文，你太惊喜他了，阿母你活过来哦。阿母我啊，所以是森林之王把我救起啊。森林之王把你救起啊，得奖啊，森林之王得奖。喂喂喂喂喂喂，阿母森林之王得奖你就欢喜哦。不是啊，森林之王得奖好你好阮囝吼安尼精神起来，我足欢喜的。对，终于当然无无得奖，我死嘛唔敢看我这个目睭。好嘞，刚才当然都无得奖。要要要，我讲人就要死啊！你莫叫那个，我闲情逸致只咧看电视哈。你刚叫过去，我就是咧关心当然有得奖无？这么好的节目，过来当拢无得奖哈？是安怎？社会无公平啦！我是在看金钟奖怎样是怎样哈？哈，三弟出道五年。楚龙门生鲜超市，今年还温断交？啊？什么？楚龙门生鲜超市跟人断交啊？阿母！志文啊，你哪样的呀？志文啊，我讲哈，唔免遐假鬼假怪啦，你应该怕被死去。一刻才把我往起，才把我挖回来啊！无唔对啦，所以我们超市哦，已经跟咱等高啦。小蛋子嘞，蔡韵如啊，你这个小杂蛋啊！没错，八零男就是这样，不断的坏女人使坏，正义女出场赏巴掌。你讲所罗门超市高温短焦，你看，安娜，这是啥啊？这是乳癌的硬块，不是麻豆文旦。没错，台湾保险党还有一个大特色，就是完全不着痕迹的植入各种农产品。那不对啦，麻豆的文旦跟白文旦比起来，果肉都卡香甜软软柔软呐。你加半两文蛋，就会使提供一个人成人的一日维生素 C。那几两文蛋呢，就是老张沙沙的英雄，哎，就不要抢去哎，都卡五分哦。你这不是所罗门超市买的文蛋，你来有？所罗门超市哈，我跟你讲，更加无跟咱断交啦。这一切都是为着你要去把你撸下来哈。你在嚣张啊！嚣张！你在嚣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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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依林，叫什么？嚣张！是嚣张！是蔡依林。牛啊！你这个小杂婆，搞我害个家凄惨，起码娃娃来报仇了吼！可可是来啦！啊啊啊！哦，恭喜各位，你们已经把台湾的八连档看完了，重要吗？不是太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山林老师也有准备一档八连档的接档戏，叫做。山妮老母鸡，这是一出有我山妮跟我的母亲，还有一只鸡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可以收看《山妮老母鸡》，谢谢各位。掌声！哇，都很完整啊！而且把这个评审融进去表演上，
太完整了，评审直接来表演，评审直接心脏病吧，感受怎么样？感受我的感受哦，真的是看完一整个，应该是说演了100多集的 一出剧了。尤其我觉得山里老师那一段的那个串场，真的我觉得他等于是有点。就是把我们引人入胜了，我觉得非常好，而且中间做一个那个一个剖段，是，就是说啊，到下一个来，就是有点跳格，跳一个画面，对画面。然后我觉得露露很厉害，她完全是五官在演戏耶，不是五官，她真正的心情。那个是脚本写的，她完全是讲真的，脚本自己加的，脚本加的。你看她的鼻孔，她的那个嘴型，她的眼神，对，完全融进去，太厉害了。第五合球不？3、2、1举牌。合球，给我，给我，合球，合球，合球。